去 shopping。呢位 DO 姐跳开盖真帽，新奇刺激嘅嘢啱晒佢。好紧张啊！玩啊！哎呀！呢位 DO 姐话明过去识，梗系唔够唔好啦。买睇咗衫，你都买嘅咩？500 yen 咋？两个都咁中意买嘢，搵佢哋去 shopping 实 well done。moneysq.com 特约 DO 姐再 shopping， 11月27号晚10:30，翡翠台。睇下，佢又买啦。